受封为魏公的曹操，成功稳定了国力，并且击败了关中的马超，巩固了北方的统治。在挽回赤壁之战的颓势的同时，一直进行着再次南进的准备。另一方面，孙权与刘备结为同盟，寻找着雄飞于天下的时机。但是由于刘备夺走了本属于孙吴的荆州，以致双方关系恶化，孙刘同盟很快产生了裂痕。刘备以荆州为踏板，向刘璋治理的巴蜀之地发动了远征，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己的国家。北方的曹操，东方的孙权，西方的刘备，至此天下进入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我们的人应该也在合肥。急了，我们去占领要地。冲啊！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我们去占领要地。冲啊！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我想从东面攻打合肥，但敌人并不蠢，守卫很严密啊。只要能悄悄击倒敌方的哨兵，应该就能从东面发起进攻了。敌人的哨兵已经全军覆没。沿岸的敌方步哨已经消失，这下我方就能自由行动了，立刻攻打合肥东侧。编队与执行的事就交给于帆吧。
我们已经把这个城池攻克了，表现不错啊，就这样继续努力吧，我会全力援助的。 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。嘿！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。嘿！ 那群魏军占领了码头，连我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。对了，您能不能把我送到码头去？这样我就能出航送您过去了。嘿，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。 冲破敌阵，各位随我来，切记不要耽搁时间。可恶，魏军来了，这下。 没法继续前进了。太谢谢了，幸好是和您在一起。 赵岩大人，通知这一险情。 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
根据报告，这一带有敌军潜伏，但敌人善于躲藏，至今仍未发现。若是对伏兵放置不管，就会影响到合肥一战，最好能将其找出并击败。我们竟会被敌人发现，得了，就先解决了你吧。猎物上钩了，这就让你们彻底解脱。切，被敌人发现，得了，就先解决了你吧。能发现我们看了有点本事，但不敏锐的洞察力也会要了你的命。没这么快啊，难道我们被人发现了？能将成群结队的伏兵一扫而光，厉害，我学宗已经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了。不折不扣地完成了，真是干劲十足啊！再接再厉吧！工作不对，全部赶赴自己的岗位。今后敌人我要亲手，摧毁小石桥。我们上马，击溃敌军的阵势。无论如何，我要完成这个任务。快调来预备的工作部队。孙权的退路，力来得合情合理。牛主是我们的了。你们准备受死吧！可恶的山岳人竟然与曹魏联手，但绝不会让你们夺去这座城寨。冲啊！面前的敌人吓得片甲不留。切，真是无趣，我们撤。总算顺利守住了城寨，这也是多亏了你了。胜利合情合理。
前往迎击。去把能将这些军粮让给孙吴，兵器部队准备攻击，将敌人一扫而光吧。部队停止攻击，我们愿意投降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。上啊！将自己的命运和这座城镇交到你的手上了。生来得合情合理。是时候为下一步做准备了。就是进攻之时，攻向曹魏的后方吧。是奇袭，敌军吴军从北边绕过来了。报告，将军寨的补给部队已经到达。好，这下不用担心兵站了。孙吴的勇士们，尽管向前冲吧。真没想到会出现在此吧。大家上啊，一定要让此次奇袭成功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敌人竟会从东面攻来，一旦放弃就结束了。照章办事。失手吧。不，还有机会。第二阵前进，誓死捍卫战线。上吧，我们一定要将合肥坚守到底。大批魏国援军到达，这样下去，大本营就要被包围了。什么？他们还想要逆转战局吗？魏军的将领们真是斗志惊人。继续战斗下去，陷入困境的是我们。暂且放弃，合肥，所有人撤兵。是我的精锐部队，真是势如猛虎。受死吧，孙权！张文远，来也！你没事吧？听闻您的危机，太师子义立即赶来。
我顺利逃脱才是当务之急。九幽狐，负责殿后吧。张文远，再次出击！全军追击孙权！冲啊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！现在守势桥应该已被毁坏，孙权会对退路打算改变吗？报告，守势桥未被摧毁，我军工作部队全军覆没。啊！看来孙武比我们有先见啊！小石桥平安无事啊，这可真是大家杀出来的一条血路。敌军的目标应该就是此地，弟兄们加强守卫。我们去攻陷那里，弟兄们打起精神来。我们去攻陷那里，弟兄们打起精神。进入敌军，冷静应对，把损害降到最低。我军的消耗相当大，暂且撤退，恢复精力。你才是真正的，总算顺利逃出来了。想不到没夺下合肥，还差点被夺去性命。我能活到现在，都是靠大家出力，必须重新崛起，一飞冲天，来回报大家。甘宁，主公他没关系，他已经顺利逃脱了。这样啊，太好了。不过真是令人胆战心惊啊，那个家伙叫张辽吧，他简直就是个怪物，连你都差点死在他的手上。哼，要是没有我出手相救，你早就命丧黄泉了。啊，是是，就当是这样好了。好，这次你倒是承认得挺痛快啊。我当然是在感谢你，你也老老实实的接受感谢就行了。哼，真是个嘴上不饶人的家伙。你们两个都没事吧？哎，大叔，你还活着呀？谁是大叔？不对，不说这个，你们看到太史慈大人没有？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。什么？难道您找我吗，吕蒙大人？太史慈大人，您平安无事啊？不愧是孙吴的老将，就是结实啊。嗯，身为老将，不能狼狈不堪。对了，主公呢？已经脱离了战场。这样，
那吾就放心了。太师司大人，孙策大人，孙权大人，吾在乱世遇见良主，尽情挥洒热血，请转告主公，太师子玉感激不尽。太师子死了？是。与我们会合时，他已经身负重伤，他临终时说，让我们代他向主公致谢。怎么会这样？孙吴又失去了一位重要人物。太师子啊！报告，孙权大人，建业发来复报，程普大人和黄盖大人因病离世。什么？不可能，是不是弄错了？为什么？程普大人，黄盖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快就离开我们？报告！可恶，什么事？真是没完没了，我们正忙着呢。将军恕罪，小的有急报通传，曹操已经从许昌出兵，现正向着合肥进军，总数一共30万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居然向合肥派出了那么多兵马？汉中的刘备大人到底在做什么？不对，难道说曹操舍弃了汉中？主公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曹操真是个可怕的男人，竟会趁孙吴失去重镇的时候前来进攻。各位，现在没时间为挚友的死亡而痛心了，把悲伤化作斗志，共同展示我们从逝者身上继承的信念吧。我要在建业附近重整军队，尽可能集结一切兵马，我们要亲手守护孙吴。鲁肃，你去向刘备请求调派援军。是，但是不知他们能否答应。没关系，现在我们要用尽一切手段。晋惠派来30万大军进攻，曹操，你又要夺走我们的家园吗？我绝不会让你得逞，孙吴之地就由我们自己来守护。吕蒙，魏军动向如何？曹操的主力部队在濡须口布阵，先锋部队已经对建业发起进攻，不尽快反击，我们的都城便会落入敌手。我方的兵力又如何？约有10万，兵力差距悬殊，只能寄希望于诸位的浴血奋战了。好，辛苦你集结这么多的兵力。大家听我说，如果此战告负，孙吴将就此灭亡，只有我们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。请把大家的力量和性命都交给我孙仲谋吧。
那还用说吗？孙权大人，我们就是为此而来呀。没错，已经倒下和离去的诸位会和我们一起守护孙吴。没错，我们不能就此结束。当然，这是复仇之战，我们绝不会输。一定要守护我们的孙吴，以及那些我们所珍视的人们。怎么了，徐生？你在发抖？周太，我曾经失去过故乡，那时我无比憎恨自己的软弱无力，但现在我再也不想失去了。为了守护孙吴，我一定要击破曹操的大军。说得好。鲁肃，刘备的援军怎么样了？主公，非常遗憾，他们拒绝提供援军。不仅如此，据说荆州的关羽还攻打我们，夺取了我们的兵粮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在与曹魏军的战斗中用尽了兵粮，似乎是需要进行补充。可恶，刘备，这就是你的答复吗？不仅强占荆州，还在我们身陷险境时兵戎相向，这种人还敢自称我们的同盟？孙刘同盟已经不复存在，只有我们孙吴的兵将能够守护孙吴。鲁肃，你火速赶往荆州去牵制关羽的动作。是，遵命。猛虎们，我们走，是要击退曹操军，保护我们的孙吴。吕蒙，你有时间吗？鲁肃大人，您做好战斗准备了吗？全都准备好了。接下来，我想把后事托付给你，这就是我最后的任务了。您这是什么话？吕蒙，我就快死了，我已身患重疾，虽然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不过时日无多了。眼下诸位宿将相继离世，这个时候死，我也很过意不去。从今以后，必须有人接手来辅佐主公。这副重担，我想要交给你。鲁肃大人，吕蒙，你就把这当作我最后的心愿吧。主公，就托付给你了。我曾和主公约定要帮助他取得天下，你是否愿意接替我，继承这个约定？遵命。蒙鲁肃大人不弃，吕子明不敢有负重托。对不住了，由你接手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孙吴的未来就交给你了。休想逃走，孙权！休想伤害孙权大人！是在下大意，孙吴的信念确实过人。无论面对怎样的大军，我都不会畏惧，一定要击退魏军，守护孙吴。
军的士气似乎相当高，如果不能击败曹操，恐怕不会撤退。再次被击退，下次要为此战雪耻。我胜输了。敌军的包围网已被冲破，各位，现在正是转守为攻之时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放任大本营背后空虚吗？还是说你来找我们送死吗？口气啊！不过前来找死的是你们才对。此次离开此地，在下会巩固防守，静待敌人。一旦放弃就结束了。不想通过此地，叫我当代士准备受死吧。竟然展现了如此强大的能力，不消休息还远远不够。我的兵已经准备周全，实在惭愧。也许是我太小看对手了。来得合情合理。绝不允许你们践踏此地。我如何
和华丽的坚守到底。真遗憾呐！只要击倒拦路的武将，就能继续前进了。但如今，敌人应该不会坐视不管。冲啊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来得合情合理。此地绝不能拱手于人，抱歉，请你们撤退吧。竟然有脸面这样说，这里就是我们的，一定会夺回此地。没想到这里会遭到攻击，应该安排更多兵力才对吧？金辉不经意间说出这种情报，看来你并不适合充当军师。事不妙，如果这里陷落，危险了！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在船上就能发挥我们的长处，如果能用船来运输援军，不过敌人应该会从中阻挠，届时仅凭我一个人恐怕……这可真是太好了，这就能合乎情理了。
想到达如虚口，快点击沉那艘船。果然来了。敌军不知有多少兵力，还是用弓箭射击船上的敌将更有效。这里由吾亲自守护，各位加强防御，不许任何人来犯。别想继续前进，无论如何都要击沉他们。休想通过这里，船员，你让我来击败吧。嘿，这条战线就由我们来死守吧。是，给你看了。怎么突破呀？他真是个没用的家伙。好，到达如虚口了。用我们的援军去威吓敌人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这里向后退让，战场就是舞台，要尽职尽责到最后一刻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我不撤，敌军的战法太美了。看来我也只想撤退再说。太大意了，切，不得。不是曹子孝，我阁下希望一战，我绝不手下留情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如此一来无法派出援军了。主公，对不起。胜利来得合情合理。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。哼！前线的攻防目前陷入了焦灼状态，不如使用弩炮打开局面。
为设置弩炮，首先要堆起土垒，需要派人将工作兵护送到设置地点才行。相助那可太好了，只要这条计策成功，战局一定会改变的。看到刚才那一幕，我这就开始设置野战攻势，感谢您的保护。为了有你帮助才能顺利完成，这样局势就会有所变化了。弩炮似乎比想象中的效果还要好啊。好，继续增加弩炮部队，为防万一，我还特意召集了一些兵马，看来是时候让他们出场了。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呀。那好，请将这个交给管理他们的将领。干得漂亮，你的智谋与武艺都日益精湛了。
哦，这是吕蒙将军送来的信件，他要我们担任弩炮部队。我明白了，全员立刻出击。强化后的弩炮部队应该可以击破敌人的先锋，我也要趁此势头开始进军。好，不折不扣的完成了。当先冲锋，打乱敌军阵脚就是我的任务。乐文谦，定当全力以赴。真是热血沸腾啊！不过要比热血，我也不会输给你。配备了弩炮，但是不能就此停下脚步。我未能完成任务，真是遗憾。来得合情合理，你应有的样子真让人着迷啊！哇，真是太厉害了！嘿。哦，对手用兵还是很精到啊，但这一战我可不能容让。我们山越人要站在孙武一边，大家上，一定要斩杀曹操。真有遗憾呐！是夹击孙武，将山越族拉拢了过去。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好，差不多该动身了，我们这就去攻击敌军的痛处吧。不愧退让。暂且留在此地加强守备。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我们去占领要地，冲啊！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全军撤退。
军军在撤退了。嘿，成功了！这一战是我们胜利了。看来是这样，但是魏军实力依旧强大，与曹操的战斗或许应该告一段落了。我们的人真是伤亡惨重。是的，但是曹操的兵马已经撤退，我们取得了胜利，孙权大人。没错，大家做得好。这下孙吴终于得以保全了。毕竟有主公打头阵，那我们当然也要拼死一战。没错，如此一来逝者也能安息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今后我也会继续在主公麾下守护孙吴。丁某愿守护主公安全，保卫孙吴的美景，为完成这一职责，丁某愿倾尽一生。主公，有一件事不得不向您禀报。就在刚才，路口传来了消息，鲁肃大人他已经过世。什么？据说他早就身患疾病，但他一直隐瞒病情，拼搏至今，全然不顾身体，是否能够支持？其结果，病情终于开始恶化，他如沉睡一般，停止了呼吸。临终之际，没有遭受病痛的折磨，或许已是万幸。鲁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早点说？各位，对不起，我真是个软弱又愚蠢的君主，我只会依附于你们的殊死搏斗，害得这么多人丢了性命，但是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我会结束战乱，击倒魏蜀，获得天下，这是我为已故之人唯一所能做到的。主公，主公，大事不妙，魏军别动队正从背后靠近，他们应该是想包围我方。什么？是无路可走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曹操，主公，他应该是想留着我们从中牟利。牟利？有什么利？据我推想，是荆州的关羽，这一点上孙吴与曹魏的利益是一致的。呵呵，看来孙吴也有能臣。没错，正如他所说，你我联手消灭荆州的关羽，只要定下约定，老夫便会放你一条生路。三分天下的图景必须要描画了吗？
答应你，曹操，在消灭关羽之前，我们就暂且携手结盟并进。刘备成功击退了攻打汉中的曹操，凭借这场胜利，刘备自封为汉中王。镇守荆州的关羽得知了刘备获胜的消息，开始进军讨伐魏国，他的目标是樊城。然而此举正中曹操的下怀，只要诱杀关羽，便可打破三国的均衡，一切都是为了讨伐关羽。曹操向一心夺回荆州的孙权提出了合作的建议。吕蒙大人，真的要攻打关羽吗？没错，主公已经下定决心。关于荆州归属一事，孙刘长期处于对立之中，这你知道吧？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，希望夺回荆州，但君神关羽一次次粉碎了我们的希望，而现在正是排除这个威胁的大好时机。但是即便已经名存实亡，吴蜀毕竟还是同盟，如果与魏国联手斩杀关羽，我们孙吴必然会背负上背叛的污名。这也没有办法，即便要背负污名，也必须夺回荆州。荆州不但土地肥沃富饶，还能当作抵御魏蜀的门户，对孙吴来说，这里无疑是一块要地。而且只要能控制荆州，像以前合肥那样惨烈的战斗也会减少。刘备身边还有我们的公主在，即便如此，主公也不会收回命令吗？主公体贴他人，不会不为公主考虑。即便如此，为了孙吴，主公还是下了决心。我明白了，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为了主公，为了孙吴，我们斩杀关羽吧。一切都是为了孙吴，就算是要做一次坏人，在所不辞。我们要与人称君神的家伙对战，这就不是做不做坏人的问题了。我们只是去夺回被刘备抢走的荆州，完全是有理可依，哪里算得上不仁不义？没错，去狠狠教训那些自吹自擂的狂妄之辈吧。君神呢，就让我们看看他是不是徒有虚名了。我要斩杀关羽。各位义气可嘉呀，我要再次感谢你们这些好战友。好了，那各位喂喂，大叔，你没事吧？抱歉，不必担心。
各位要做好准备，接下来我们要攻打荆州，击败军神关羽。孙权大人，您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公主还在蜀国。莲师，为了守护孙吴，我们需要荆州。同时，军神关羽的勇武也是我们的一大威胁，必须在此将他铲除。这是我作为孙吴君主的决定。我明白了，既然孙权大人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我只能支持了。谢谢你，莲师。大家听我说，刘备是我们的盟约于不顾，所以孙吴一定要用武力来惩罚他的不义之举。现在我们就要斩杀关羽，夺回荆州。